第511集，少帅。而且现在178要塞统一了西北，可以说一跃成为整个壁垒联盟里的顶尖势力，掌控的壁垒数量仅次于王室、周氏、孔氏，连火种公司现在手里掌控的壁垒都没178要塞多。但世人评价178要塞从来都不是以壁垒数量的，只能说现在的178要塞更加强大了。张景林回归178要塞之后大动作不少，又是一统西北，又是打通商路。早些年有骑士前辈跟张景林有过一面之缘，并对张景林极为推崇。现在秦升忽然发现这任小素竟然还是178要塞的少帅，什么鬼啊，外界为何一点风声都没听到过呢？这不会是俩人联手演双簧给自己听的吧？那可是178要塞啊。例如秦升这样的有志青年对178要塞那群硬汉还是很佩服的，他决定耐心听下去。任小素在屋里给自己倒了杯水，沉默了许久，大忽悠则一脸期待地看着他，结果任小素忽然打了个嗝，不好意思，晚上吃多了。大忽悠哭笑不得，这都什么跟什么呀。然后任小素又自言自语道，今天赢秦升的钱有点多呀，那小子看起来聪明，牌技确实不怎么样。大忽悠顿时怒吼，你有没有在认真听我说话呀？不要用这种自言自语的方式转移话题。而一边的秦升脸都黑了，心中暗自发誓，明天一定要把今天输掉的钱给赢回来。任小素对大忽悠说道，你说的让我也很心动，我不是一个能对这么大诱惑视而不见的人，可你真的确定我合适吗？我只是一个流民出身的穷小子而已。大忽悠用极其诚恳的语气说道，哎呀，司令他也是流民出身呐，我们看的从来都不是出身，你现在没有军事才华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认可你，希望你回去。任小素的军事才能到底怎么样？事实上确实比不上那些成熟将领，军事才华不是带着一支连队打那么一两场胜仗就可以了。但是事后大家都看过张小满的战斗报告，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任小素在战争过程中随机应变能力以及对士兵生命的重视。当初大家扶张景林不也是因为这个吗？而且一支连队在敌人后方耍得敌人团团转，最终还打碎了一个壁垒，直接将宗室高层歼灭大半，你真能说他没有军事才华吗？虽然很多事情都处理得极为粗糙，甚至可以说是靠他个人强大的实力才做到的，但你能说他在这一场场战斗里没有体现自己在军事方面的潜力吗？所以现在178要塞好多将领都认可一件事情，只要任小素回来接受系统的军事训练，未来哪怕比不上张经理也不一定能差到哪里去。而且大忽悠和王峰元两人私下里讨论过这件事情，178要塞早日有储君绝对是好事，一方面是免去一些人的心思，另一方面则是让任小素早日熟悉军情，这样也避免哪天万一出现意外，178要塞群龙无首。他们不是盼着张景林出事儿，而是之前他们不就群龙无首了十多年吗？以后的事儿谁说得清楚呀？再者说了，要塞里有任小素这样强大的超凡者坐镇，大家心里也踏实呀，很多棘手的事情都会变得很简单。但任小素最终还是摇摇头，我现在还没想明白很多事情，也许有一天我会去，但我没法承诺。首先我要先找到失散的亲朋好友。大忽悠听任小素这么说突然开心了许多，起码任小素没有拒绝不是吗？我这就想办法联系178要塞在中原的情报人员，让他们给我送来新的卫星电话电池，用不了几天。张司令之前已经下令让我们帮忙在中原寻找你的朋友了，
说不定现在就有他们的消息呢。这样我们帮你找到了朋友，你就跟我回西北去啊。这里大呼又偷换了概念。之前任小素可没说找到人就跟他回去，但任小素也懒得反驳了，不然还得浪费半天时间。该忙啥忙啥去吧。任小素把大忽悠轰出了家门。一旁秦生听了半天，越听心里就越是惊异。他忽然在想一个问题，就算任小素真是清河那位继承人，但清河和178要塞相比，哪个更厉害？虽然清河声名也不比178要塞差，但清河更多的声名是在商业上，所以有野心的人通常都更倾向于178要塞吧。换了别人随便谁，如果知道自己是清河的继承人，恐怕都会开心死了。所以按照老李他们的设想，任小素也不会例外吧。只是他们得谨慎谨慎再谨慎，确认任小素的身份才能把这事说出来。可他们光顾着自己要谨慎，却没想过就算告诉任小素可以继承清河和骑士，人家愿不愿意的问题，这就非常尴尬了。当然任小素还不一定是那个人呢。怎么办？秦生觉得自己得尽快把这个消息传递给自己的老师，大家必须重新评估对待任小素的态度了。秦生正胡思乱想着呢，外面忽然有人敲门。他走过去开门，赫然看到大忽悠站在门口。秦生客气问道，有事吗？大忽悠张口说道，我看你这里风水不好，久住的话可能会阴气入体。你现在还年少力壮，可能感觉不到，但是时间久了就会多病多灾。不过你放心，我有化解之法，你把这宅子呀卖给我，我来帮你化解这里的戾气。神经病啊。秦生把门关上，他寻思着这到底是不是178要塞的人呢，怎么胡说八道的时候都不脸红呢？大忽悠一脸尴尬地转身离开，又去敲了周莹雪的门，合着他是想直接在这里住下蹲守任小素了。集镇上带院子的砖石房子有20多座，但任小素的邻居只有两个，一个是秦生，一个是周莹雪。大忽悠见没有忽悠到秦生，就转头去忽悠周莹雪。任小素听到隔壁敲门声就感觉一阵好笑，周莹雪能把房子卖给大忽悠吗？怎么可能啊。结果周莹雪与大忽悠以60000元的价格成交，房子一夜之间易主。周莹雪又买了一座距离任小素稍远的院子，而大忽悠则成了任小素的新邻居。任小素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都懵了，这女人竟然转头就为几万块钱的差价把她给卖了。而周莹雪则美滋滋地数着钱对任小素说道，老爷，这是房地产投资赚的钱，我就不跟你分了。这都什么跟什么呀。周莹雪也没看到任小素的脸色，自顾自地继续说道，老爷，我觉得这61号集镇的房子升值空间很大呀，你看我这半个月都赚了好几万。不行，我得多买几座院子，说不定过段时间还能赚钱。说着周莹雪便风风火火地出去了，一出手就买了6座院子，甚至不惜以超出30000块钱的价格买下了。然后他就躺在新买的宅子里幻想着未来，他现在也算是有资本了，未来完全可以转行做房地产商人，就冲他这选房的眼光，分分钟成为壁垒联盟的首富，赶超王室。怀着这样的美梦，周莹雪睡着了。梦中的他站在壁垒城墙上，对任小素豪气道，老爷，这是我为你买下的壁垒。此时说书先生在自己的屋子里叹息，那自打这任小素来了61号集镇以后，你看看安静寺的那个女人也来了，骑士也跟着来了，现在连178要塞的人都跟着来了。据说他和庆氏的关系也非常好，
以前我以为他是正在走入那个漩涡的中心，结果我发现，我错了，他自己就是那个漩涡呀。第512集，罗兰驾到。说书先生说这些的意思，其实就是想告诉小鹿，这样的人最好别碰，真的没什么结果，而且还容易出事。只见他说完半天，都没听见小鹿回话。说书先生奇怪道：“楠楠。”小鹿这时候才回过神来。啊，阿爷你喊我。哎，阿爷你说，任小素这样的人会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此时罗兰和周琦等人的车队正行驶在前往61号壁垒的路上，周琦在一旁生无可恋地说道：你要作死就自己去，干嘛整天拉上我呀？明知道王氏是龙潭虎穴，还非要过来。这才能证明我一点都不心虚啊。罗兰笑眯眯地说道：这王氏算什么龙潭虎穴？他真敢把我怎么样吗？他凭什么动我呢？偷偷给你软禁起来总可以了吧？哦，不对，你还专门找了希望传媒的记者同行，他们没法软禁你，除非连同希望传媒的记者一起软禁，不然希望传媒会如实报道。罗兰笑道：希望传媒想更清楚地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则需要外界每天都知道我的行踪。哼，大家各取所需嘛。此时希望传媒的记者就在车队后面的车里坐着，只要希望传媒还在跟踪报道，王氏就不可能动他。毕竟王氏，你有什么正当理由软禁罗兰呢？这也是罗兰跟庆氏官方不承认拥有核武的原因。你别管我到底有没有，反正我不承认，以后承认那是以后的事情，反正现在不承认。周琦嘀咕道：等未来他们找到了证据，你在重案的名声可就臭了，演了这么多的戏还声泪俱下的好多人信以为真，到时候他们发现你在欺骗大家，那中原恐怕就没人喜欢你了。罗兰皱起眉头，其实他也知道会有这样的一天，庆氏拥有核武的证据迟早会被人找到，只要你发射过，就不可能隐藏所有蛛丝马迹，到时候罗兰恐怕就会成为这个壁垒时代里最大的骗子和笑柄了吧。最终罗兰坚定道：这跟庆氏的未来相比根本不算什么。他一个人的得失换庆氏的时间，罗兰感觉自己赚了。行了吧，听说61号壁垒那边已经有好多激进分子准备围堵你抗议了，你自己想想怎么办吧。一群学生而已，有什么好怕的？罗兰言语之间压根就没把这群学生放在眼里。车队驶进61号壁垒的时候没有遭遇任何阻拦，只是象征性的检查了一下车子就放行了。这种行为更像是避嫌，大家都知道现在王氏站出来挑头针对庆氏，为了表示我们的公正态度，绝对不会在小事上跟你斤斤计较。高层针锋相对的越厉害，反而越不拘小节。路上，罗兰看着路旁的爬墙虎。别说，这壁垒里的爬墙虎还真奇怪，到了冬天也不枯萎的，而且这么多。这爬墙虎本来就是在几栋房子的墙外生长着，只是到了冬天以后没有枯萎也就算了，竟然还蔓延了好几条街。如果从天空俯瞰就会发现，这爬墙虎蔓延的方向是依托着壁垒城墙的，像是要把整个壁垒给围起来似的。壁垒中心倒是还没有看到多少爬墙虎，这绿茵茵的颜色大概占据了壁垒十分之一的样子，看起来还挺喜人的。只是罗兰来不及想爬墙虎的事，他已经看到前方有人试图堵住车队前进的方向，对方手里还有横幅：庆枕毒夫，放弃核武。罗兰的眼睛一下子就眯了起来。一群人站在道路两旁，
甚至还故意把横幅举在更高更显眼的位置。罗兰原本以为对方针对的是自己，所以并没有把这事儿放在心上。可对方竟然针对的是庆晨，这让他心里非常的不痛快。开车过去，不用停。哼，这肯定是王氏安排的人在里边拱火的，不然对方怎么可能知道我们什么时间抵达？今天的希望传媒报纸可没说行程的准确时间和路线。其实王氏在背后操控的事情，大家心知肚明。周琦思考的是，该如何解决当下的问题。要是这么一群人突然冲上来给罗兰揍一顿，那可真是冤了。罗兰他们在王氏的壁垒里可不能开枪，要是开枪的话，那王氏还真就有理由把罗兰给扣下了。不过周琦发现罗兰依旧稳稳地坐在车上，似乎一点都不慌的样子。车队缓缓前进，他们距离酒店还有 2.2 公里的样子。那酒店位于壁垒中心，也算是最豪华的酒店了。车上负责保护罗兰安全的庆氏军人们一个个紧张起来，生怕人群之中有人开黑枪。这些庆氏军人的目光像是鹰隼一样锋利，当他们的目光从人群中扫过时，一些人竟然有些害怕地往后退了一些。庆诊给罗兰安排的安保人员那必定是军中精锐，庆诊在给自己安排安保人员的时候并没有把这些军中王牌给抽掉过去。当车队驶过之后，那些道路两旁密密麻麻举着横幅的人竟跟了上来，徒步跟着一路往罗兰他们下榻的酒店走去。这群人不会要跟着我们进酒店吧？不过周琦猜错了，当他们进入酒店之后，这群人就在酒店门外安安静静地坐着，手里举的横幅上写什么的都有。有骂庆诊的，有让庆氏放弃核武的，有让罗兰离开中原的。其中有几个人并没有举横幅，而是在人群中静观其变，而其他人的动向都由他们来受益。罗兰他们进入房间之前，先由跟随的庆氏军人进入检查。其中检查的内容除了窃听监视器材以外，甚至还检查墙壁之中是否有夹层暗格。等检查完了，已经是15分钟以后的事情了。这些庆氏军人做事极其严谨，罗兰也不催，就在门外静静地等着。他们身边还有5名军人始终保护在一旁。虽然罗兰嘴上说着有什么好怕的，但小心一些总没什么毛病吧。进了房间之后，罗兰对身后一名军人交代道，让酒店的餐厅准备晚餐，要特别豪华的，捡最贵的给我做，我庆氏不差钱。周琦愣了一下，这才中午呀，怎么就开始要做晚饭了？罗兰走到窗户边上，把窗帘拉开一条缝隙笑道，给他们准备的，他们一定会做到晚上，说不定做好几天也有可能，就这么饿着怎么行啊？果然如罗兰所料，楼下这群人像是铁了心要逼罗兰出来跟他们对峙似的，竟坐在原地一动不动。到了晚上6点多，罗兰亲自推着餐车走出了酒店。那白布铺好的餐车上放着满满当当的食物。那群示威的人中有人开口说道，别以为你拿点食物就能打发我们，我们……罗兰笑眯眯地说道，在这自作多情什么呢？谁要给你们送东西吃了？这是我给自己吃的。说着就有庆氏军人搬了椅子过来给罗兰坐，罗兰自己则在酒店门口大快朵颐起来，吃的那叫一个满嘴流油。吃东西的时候，罗兰甚至能听到对面那群坐在地上的人有人咽口水的声音，毕竟从早上耗到现在肯定都没吃什么东西呢。毕竟这么严肃的抗议活动，一边抗议一边吃东西多不正经啊。罗兰旁若无人地吃着，他之前对周琦说的话其实没有说完。这些人骂了庆诊，光挨饿可不行，还得受气。吃完之后，罗兰还打了一个饱嗝。哎呀，实在吃不完了，剩了一多半，要不你们给吃了吧，我看你们怪饿的。说着
罗兰把餐车上剩下一大碗残羹剩饭推到这些人面前，然后哈哈大笑着回了酒店。他不光要在这些人面前吃，还要留一些专门给他们看。第513集，失踪人口。那群示威的人看着罗兰的背影，心里恨得牙痒痒，可他们还不能真动手，要是他们先动手了，是他们理亏。就在那群人静坐在酒店门口的时候，智取司这边忽然有人来报案。智取司的办公大厅里工作人员非常不愉快，他们这边因为罗兰过来的缘故，大部分警力都被抽调了过去，忙都忙不过来，怎么还有人来添乱呢？而且这几年人工智能太好使了，有什么案件都会直接由人工智能通知他们。大部分壁垒居民报的案都是些乌龙事件，不过王氏财团要求他们破案率100%，只要有人来报案就必须解决。秩序司的工作人员问道，因为什么报案啊？因为我们制衣厂里的几个工人失踪了，打他们家里的电话也联系不上，去他们家里找也没找到，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一个中年人说道，那都是我们厂里的工人，总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消失了吧？秩序司的工作人员听到这话便愣住了，竟然还是这种确凿的失踪案，为何人工智能没有提醒啊？啊，会不会是间谍啊？有其他工作人员说道，之前也有过这样的情况，几个人突然失踪，其实是逃出壁垒去了。那也不对吧，间谍闲着没事去制衣厂干嘛？那里也没什么秘密啊。秩序司的工作人员无奈道，那你先在我们这里登记一下报案信息吧，等会儿你跟我走一趟，先看看他们家里什么情况，是否有打斗痕迹，也不知道人工智能怎么了，前一段丢猫丢狗的案子还没破呢。制衣厂的老板陪笑道，我这事儿可比丢猫丢狗严重多了。秩序司的工作人员瞥了他一眼说道，在我们这儿没有谁比谁更严重，既然报案了我们就破案。对了，他们几个的家在哪儿啊？制衣厂的老板赶紧说道，你看新闻了没，就那个爬墙虎，他们家就在爬墙虎那一片。秩序司的人开着车带报案人出了大门，一路朝着几个失踪人员的住址赶去。临出发前，秩序司的人还问，那几个失踪的人都住在那一片啊？他们是合租了房子吗？制衣厂老板解释道，不是啊，我们制衣厂有几百个工人呢，住哪儿的都有，这几个工人在壁垒也都有房子，不是合租的，也没有住在一起啊。那就有点奇怪了。秩序司这位叫做王中瑞的工作人员疑惑道，不住在一起反倒一起失踪了，你不觉得奇怪吗？他们平时在工厂里面表现怎么样啊？你们工厂里最近有没有丢比较贵重的东西啊？王中瑞想到了一种可能，会不会是工厂里的工人偷了比较值钱的东西所以逃走了？以前也出过这样的事情，只不过那次罪犯很惨，还没逃出壁垒就被人工智能找到了。我们工厂最贵重的就是机器设备了，还有原料，但这些东西他们也偷不走啊，偷走了也没地方卖去啊。老板否定了这个猜测，那就只能到现场看看再说了。爬墙虎现在的范围很大，这位制衣厂老板所说的位置是最早上了希望传媒报纸的那片发源地，很多自家有相机这样珍贵物件的壁垒居民还专门跑去和冬天的爬墙虎合个影，只不过现在的爬墙虎已经不只是那么一小片了。当王中瑞开车进入爬墙虎的区域时，他问副驾驶的制衣厂老板，这到处都是爬墙虎啊，他们家住哪儿？左转然后再右转就到了。奇了怪了，这爬墙虎怎么越长越多？长官，你看到左手边那个居民楼了没有？我印象里昨天他还没蔓延到这儿呢，怎么今天整栋居民楼都被覆盖上了？别说，若不是我特别熟悉这里，搞不好我也迷路了。
那郁郁葱葱的爬墙虎极为茂密，连居民楼上的街道牌都给遮挡住了。一开始居民们还觉得很好看，可现在爬墙虎已经影响大家生活了，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多少都对着爬墙虎有点不满。王忠瑞看着爬墙虎，总觉得哪里不对劲，但又想不到问题出在哪儿。哎，到了到了，制衣厂老板说道，旁边这栋居民楼就是了，有一个工人家住一楼。王忠瑞停好车子走进楼道，他奇怪问道，哎，一般爬墙虎会往楼道里长吗？不都长在阳光能照射到的地方吗？此时王忠瑞看到面前的楼道都被爬墙虎布满了，原本的白色墙面已经不见了踪影，但王忠瑞并不觉得这爬墙虎好看，反倒觉得背后有点发凉。但秩序司的人总不至于被爬墙虎吓到呀，他硬着头皮走了进去。只是奇怪了，这户居民的家门竟是敞开的。王忠瑞问道，这门是你们打开的吗？不是啊，我昨天来的时候他就开着呢，我也纳闷他们走的时候怎么连门都不关呢。王忠瑞走进屋子，屋内没有想象中的打斗痕迹，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只是王忠瑞终究比制衣厂厂长的经验丰富多了，虽然他们制衣司现在已经不怎么自己侦查案件了，全靠人工智能，但制衣司里的人毕竟经受过专业的培训。刚进屋门，王忠瑞就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门框上有个汗手印，不是特别明显，却很奇怪。那个手印留下的痕迹就像是有人刚拿钥匙打开门进了，然后被什么东西给突然从屋里扯出门去，紧接着这个人想要抓住门框却没有抓住。想到这里，王忠瑞毛骨悚然地朝身后看去，可身后什么都没有。王忠瑞看着屋内有点不想多待了，他对制衣厂厂长说道，咱们先出去，去楼上问问其他住户。说着两人上楼去。这时王忠瑞发现那爬墙虎已经爬满了整栋楼，内外都是如此。来到二楼，王忠瑞惊愕地发现楼上的两户人家门都开着，他问道，昨天你有没有上楼？没有啊，我没事上楼干嘛？王忠瑞想问的是，你昨天来的时候二楼的门有没有开，这里的住户还在不在？突然间王忠瑞扯开嗓子大喊，屋里有人吗？他现在甚至不敢进屋了，巨大的危机感正胁迫着他。王忠瑞此时背后全都是汗，下一刻王忠瑞看到了地上的一丝血迹，很少很少，与灰尘混杂在一起，别人或许认不出来这是血迹，但干他这一行的怎么可能认不出来？王忠瑞吼道，跑！说完他便拉着厂长的胳膊往楼下跑去，可这时已经晚了。王忠瑞看到楼道里墙壁上的爬墙虎仿佛活了一样，朝着两人拉扯过来。王忠瑞不再犹豫，他现在反而向屋里冲了进去。印象中一楼屋里是没有爬墙虎的吧？他和厂长两人堪堪在爬墙虎抓到他们之前冲进了屋子。厂长惊魂未定，到底怎么了？这是什么怪物？爬墙虎怎么会动啊？可王忠瑞来不及解释，他进屋后直接助跑，以自己最快的速度朝窗户跑去。哗啦一声，王忠瑞用自己的肩膀撞碎了窗户，从二楼撞了出去。因为助跑的强大惯性，外面的爬墙虎想要拉扯住他，却反倒被王忠瑞扯断了好些藤蔓。咚的一声，王忠瑞落在了街上，街上的行人都惊讶地看着他，他却不管不顾地对二楼大喊，跳出来呀，快点，不然来不及了。可是二楼静悄悄的，没人回应他了，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街上行人一样的目光看着王忠瑞，仿佛王忠瑞像个傻子，大家谁也不知道他在对谁说话。第514集，破灭的美梦。王忠瑞的头皮顿时麻了，他掏出证件对行人大吼，
我是知趣司的，都给我远离那些爬墙虎，快点跑到没有爬墙虎的地方去。大家看到他秩序司的证件，这才紧张起来，有人问道，长官，这爬墙虎怎么了？有问题吗？王中瑞沉声道，这爬墙虎会吃人。他站在街道中央，看着身中密密麻麻的爬墙虎，还有那些已经被爬墙虎覆盖的居民楼，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已经被爬墙虎给吃掉了。但逃出来并不是绝对安全的，因为王中瑞知道这爬墙虎会主动抓人，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一落到街上，爬墙虎就立马没了动静。王中瑞疏导着街上的居民迅速离开爬墙虎所在的区域，可他一个人只能疏导一条街道，那其他地方的居民怎么办？而且这爬墙虎如此诡异，王中瑞自问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他也不敢在这里多待。他离开爬墙虎区域后，立刻找了一部座机给智取司打电话说道，爬墙虎有问题，会吃掉人类，现在你们赶紧往爬墙虎所在的民居座机里打电话，看看那些被爬墙虎覆盖的居民楼里还有没有活人，如果有告诉他们赶紧离开，还有通知王室高层派军队来，我们需要喷火器。到了这个时候，王中瑞的逻辑仍然是清晰的，他本身就是个很理智很果断的人，不然刚刚也没法从居民楼里逃出来。他说的这些话，第一是确认幸存者，第二是如何应对。这爬墙虎不怕子弹，还有极强的攻击性，王中瑞认为用喷火器来对付更加合适。只不过王中瑞心中终究是有点彷徨，这爬墙虎如今已经覆盖了壁垒五分之一的区域，也就是说壁垒里的居民死亡数量已经到了一种难以估量的地步。王中瑞猜想，爬墙虎开始吃掉人类，应该就是这一两天才开始的事情，不然早就有一堆一堆的人去报失踪案了。而且吃掉人类之后的爬墙虎恐怕更加厉害了。他回忆起制衣厂厂长说，有一栋居民楼昨天还没有被覆盖，今天却已经变成了阴森森的绿色。以前爬墙虎的蔓延速度可没有这么快。智旭斯并没有觉得王中瑞在危言耸听，王中瑞也是老工作人员了，平时办事是非常靠谱的。于是整个智旭斯忽然开动起来，大量智旭斯的人员赶向王中瑞所在的位置，而总部的人则开始给一栋栋居民楼里的座机打电话。只是他们打的电话越多，心情就愈发的沉重，因为没有人接电话，那一个个电话打过去最终都只有盲音。一个两个或许是巧合，可如果是上百个电话都如此，那就说明出大事了。壁垒内部已经有驻扎军队的先遣部队到来，并携带着火焰喷射器。先遣部队的连长找到王中瑞了解情况，王中瑞看着他们手上的两副火焰喷射器问道，咱们壁垒里有多少火焰喷射器？只有这两个，平时这种武器根本就没有用武之地，所以壁垒里向来都不配备这些东西的。而且这两副火焰喷射器也很久都没用过了，也不知道好不好用。王中瑞听完之后回头看向爬墙虎，他们面前的爬墙虎就像是一片绿色的大海，无边无际，两副火焰喷射器怎么够呢？却听那连长说道，我们先试试，后方还有兄弟部队正在运送燃料过来，实在不行就放火一点点烧。行，先试试。一名士兵背上了一副火焰喷射器朝居民楼走去，距离五米远的时候就直接开火，长长的火舌喷吐到爬墙虎上，那墙壁上的爬墙虎立马扭曲挣扎起来，宛如人类在火中痛苦而扭曲的四肢一般。原本先遣部队的士兵对王中瑞所说的话还将信将疑，可他们看到这一幕就已经震惊了。正常的爬墙虎在火焰烧灼之下绝不会有如此反应，可还没等他们多想呢，那名士兵的背后忽然有一个窨井盖被数不清的藤蔓顶开，而后那些藤蔓转瞬来到士兵身上，一个个锐利的尖刺扎入士兵身体，硬生生将对方给拖入了下水道。
那士兵一声痛呼都没发出来，后面想要救援他的军队正要扑上去，可下水道里却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黑洞洞的井口，恐怖异常。先遣部队的连长对通讯员大吼：一级警戒，迅速通知指挥部请求增援，我们需要大量的燃料。可他不知道，这时再要对付爬墙虎已经有些晚了。当爬墙虎将那士兵拽入下水道之后，似乎被火焰激怒的爬墙虎开始以让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蔓延开来。那一抹火焰就像是开启整个61号壁垒灾难的序章。以往爬墙虎都是遮遮掩掩的吃东西，如今他已经疯狂了。王忠瑞等人还没等到援军，就已经看到那爬墙虎迅速地朝自己蔓延过来。以前街道路面今晚还是干干净净的，但现在仅仅过去一分钟时间，那片被爬墙虎覆盖的区域连路面都变成了绿色。一片片爬墙虎树叶晃动着，就像是一只只手，看得王忠瑞头皮发麻。先遣部队还想用另一副火焰喷射器来试图阻挡爬墙虎的速度，可王忠瑞看了一眼身旁，他们马上就要被爬墙虎包围了，他拉住那位连长就跑：快跑，再不跑就来不及了。不能跑，军队都跑了，老百姓怎么办？王忠瑞无奈了，他可不想在这里等死，军队不跑他也得跑，哪怕秩序司的工作丢了也不能把命搭在这里啊。王忠瑞不再管这些先遣部队了，而是转身就跑。他刚跑出去几百米，一回头正好看到爬墙虎将先遣连队全部吞没的景象，顿时吓得面色苍白。此时罗兰在落地窗前疑惑道：怎么回事啊，我看到治愈司的人全撤走了，而且还有军用车辆开过去，发生了什么？我们什么也没干啊。这会儿正是下午，外面那些静坐的人已经坐了一天一夜，罗兰实在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而那爬墙虎就在这个时候已经快速地沿着壁垒墙壁不断蔓延，如果从天空中俯瞰下去，这壁垒就像是被一圈奇怪的绿色给包围了。任小素在壁垒外面听到了里面的哭喊声，他愣在当场嘀咕道：这次可不关我的事儿啊，我什么都没干。壁垒大门忽然打开，好几名士兵从大门里狼狈逃出，有人上前问话：怎么了这是？那几名士兵也顾不得别的，直接大喊：壁垒被爬墙虎包围了，那爬墙虎会吃人，61号壁垒怕是危险了。他们几个在最后关头逃出了壁垒，这会儿还处在劫后余生的庆幸之中。任小素朝大门看去，那原本还敞开的大门已经被密密麻麻的绿色藤蔓给封堵上了。任小素忽然听到身边传来哭声，他扭头看向周莹雪：你哭什么呀？周莹雪一边哭一边委屈道：我房子卖不出去了。房地产商人的梦还没开始做，这就破灭了。任小素脸瞬间就黑了，现在是考虑这事儿的时候吗？赶紧跑啊。等等，罗兰还在里面。此时的罗兰正带着庆氏军人收拾行李。要说罗兰的行李也不少，他这一趟出门连茶具都是自己带整套的，生活可谓是相当讲究。据说那套茶具还是灾变之前的物件，相当的昂贵，若是哪天壁垒联盟真的太平下来，这套古董就能拍卖个天价。所以当罗兰下令收拾东西的时候，庆氏军人优先去收茶具还有其他的贵重物品。虽然他们不知道自家老板为什么显得如此仓促，但他们只是军人，听命令就好了。可正当他们收拾这些东西的时候，却听罗兰急哄哄地说道：哎呀，收那破玩意儿干嘛呀，不要命了是不是？赶紧把咱带的食物带上啊，甭管多少拿着再说，水就不用带了，周琦会变。周琦挑了挑眉毛，合着自己成饮用水工具人了。第515集，爬墙虎之灾。一名庆氏军人看向罗兰：老板，你很喜欢这套茶具的。罗兰把自己的东西塞给一名军人，
察局能有命重要吗？赶紧跟我走，别带多余的东西，我们要轻装简行，快喊上那个希望传媒的记者啊，让他跟我们一起走。说着，罗兰已经冲出了房间，直奔楼梯。为了保险起见，他连电梯都不坐了，生怕出什么意外。结果罗兰这一次还真做对了，他们从七楼刚下到三楼的时候，整个酒店就停电了。不是，我说你跑什么？这王室财团真的要杀你，你也跑不出去啊。周琦还以为罗兰是为了躲避王室财团呢，却听罗兰说道，你懂个屁，这来的未必是王室，甚至可能不是人。说实话，罗兰也算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了，当初实验体攻打好多次壁垒的时候他都在场，所以当他看到王室军队的反应，初时还想不通对方在干嘛，但很快就发现这不是跟当初李氏驻军的反应差不多吗？之前罗兰站在窗户边上，简直越看越觉得相似，这强烈的危机感促使他赶紧下楼，别管到底出了什么事，他都必须找到更加安全的地方。首先最好是逃出壁垒，如果逃不出去，那就挑个最安全的地方躲起来，等待王室部队的救援。这是王室财团极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就算是实验体打进来，只要躲个十天半月，王室一定会把壁垒夺回来的。可是不对啊，实验体不都被炸没了吗？还能有什么玩意儿让王室部队慌成这样？下楼之后，爬墙虎蔓延的威胁还没有抵达这里，只是壁垒里已经有些乱了，时不时还能看到有车辆疯狂驶过，街上的行人不明所以。楼下那群静坐的人看到罗兰出来，纷纷围了上来。都他妈给我滚开，老子现在没空跟你们耽误时间。说着，庆氏军人立刻在罗兰身前形成三角，硬生生把人流给分开，带着罗兰迅速撤离。他们有人想要去开车，结果一名军人发现，不知道哪个倒霉孩子竟然把他们轮胎给扎破了，应该是那群静坐的人干的，他们不能打罗兰，就只能做这种跟小孩子撒气一样的小动作，十分可笑。罗兰看了一眼轮胎，毫不留恋地转身就跑，往王室部队移动的反方向跑。换做其他人，可能会在车旁唉声叹气半天，可罗兰觉得既然事已至此，就没必要再纠结了，耽误一分钟都很有可能出事。那群抗议的人见罗兰要跑，也就更加兴奋了。哎，他害怕了，追上他！对，通达洛水狗。庆氏军人们听了这些话，有些气不过，想要回头趁乱收拾这些人，可罗兰马上喊住他们：“哎呀，这时候跟他们生什么气呀？快跑！”希望传媒的记者周涛疑惑道。哎，罗兰，你这是为什么仓皇逃跑啊？难道真像他们说的一样怕了吗？我现在懒得跟你解释那么多啊，别说话了，跑步的时候说话容易岔气儿。罗兰说完就闭嘴狂奔，不再多说一句话。虽然直到现在罗兰都没有看到什么危险，但他坚信自己的判断。若这点判断力都没有，之前那么多危险里他也活不下来。希望传媒记者周涛有些疑惑，这罗兰看样子也不是为了躲避那群抗议的人呢。结果就在下一刻，壁垒里忽然响起警钟来，那钟声急促而又刺耳，震得人心里发慌。也正是此时，大家才忽然意识到，原来壁垒真的出事了。周涛忽然看向面前的罗兰，他甚至不明白罗兰是如何判断出来的。继续往前跑去，罗兰心说自己逃命都如此积极了，应该可以逃过一劫吧。可是跑着跑着，他竟然看到有人迎面逃过来。有人从对面逃来，这说明罗兰他们的前方也有危险啊。罗兰一声不吭地转了方向，开始向南跑。可是还没跑多久，又发现南边也有人逃过来。罗兰都有点绝望了。不是，这就什么事儿啊？啊，怎么四面八方都有人在往壁垒中心逃啊？到底是什么东西让壁垒居民这么害怕啊？他拉住一个人问道。你们为什么逃命啊？那逃命的人本来想破口大骂的，可是他看到罗兰身边十多个彪悍的庆氏军人，立马把骂人的话给收了回去。我
据说这壁垒里的爬墙虎疯了一样抓人，壁垒大门都被他堵住了，这正朝着壁垒中心蔓延呢。有人说那爬墙虎已经把壁垒给包围起来了。罗兰愣在当场，说实话，灾变到现在植物变异不在少数，可那些植物都不主动攻击人类啊，罗兰真没听说过这种事情。不光是他，大部分人都是如此，大家从未觉得植物也会攻击人类。除了那些少数见过荆棘藤条和土豆射手的人，这世上 99.99% 的人都是这样想的。所以王中瑞看到爬墙虎只是有些奇怪，却没觉得植物能对他造成什么威胁。而那些见过荆棘藤条和土豆射手的人基本已经死绝了，所以也没人提前预警一下。就是这种思维误差才酿成了61号壁垒今日的悲剧。罗兰对身边的庆氏军人吼道，这封闭环境逃不出去了，我们得先躲起来。躲是可以躲，可上哪儿躲呢？罗兰脑子急速旋转。爬墙虎是喜光植物对不对？我们是不是可以按照老招数躲进下水道里？刚说完，大家就看到一个窨井盖不知被什么东西给顶飞了，然后就在他们面前，数不清的藤蔓从下水道里钻了出来，开始将井盖旁的人类拉扯进下水道里。当我没说。罗兰咽了口唾沫，转身就跑。打脸来得太快了，让罗兰有点猝不及防，那爬墙虎的藤蔓已经蔓延到了他们这里，整个壁垒已经有三分之一都陷落了。周琦跟在他身边没好气道，你这脑子不管用啊，不是说下水道能躲吗？还好没听你的，要是跟你下去，那爬墙虎可就把咱们串起来玩了。罗兰黑着脸说道，那你想啊，你能想出办法也行啊。这爬墙虎不怕子弹不怕水，虽然怕火，但这面积太大了，除非把整个壁垒都烧掉，不然好像没什么办法。你这不说废话的吗？你说的我也知道，大家都知道，我这……可正好说这话的时候，罗兰岔气了。周琦是超凡者，其他人要么是年轻力壮的记者，要么是庆氏军人，大家跑起来都不算太费劲，但罗兰跑步就太费劲了。刚刚是逃命的本能促使他忘记疲惫，现在身体却已经受不了了。罗兰捂着胸口说道，哎，你们继续跑，往前跑，别管我。说着他站在原地喘着粗气，可是庆氏军人却不由分说地把他架了起来。要走一起走，保护你是我们的职责，你死了我们不如殉职。哎呦，我话还没说完呢，我这不是寻思你们是普通人，我这240多斤你们架得动吗？周琦你来背着我。刚刚罗兰想喊周琦呢，结果实在喘不上气了，于是庆氏军人们就误会了，以为罗兰是不想拖累他们的逃命速度。跑在前面的周琦本来想无视罗兰的，可罗兰都开口了，他只能又跑回来黑着脸说道，这事儿得加钱。说着周琦跑回来把罗兰背在了背上，跑起来却并不费力。很少人知道，周琦其实觉醒得很早，应该是最早觉醒的超凡者之一，所以他的体能也比大部分超凡者都要好一些。所有人一路跑着，罗兰在周琦背后出谋划策。让我想想什么地方最安全啊。对了，保护钱的地方最安全啊，赶紧找银行，银行的金库一定密封性最好，有些金库连换风口都不留的，咱们躲在里面那藤蔓爬不进去的，而且金库肯定有缝隙，我们也不至于憋死。说完他们就经过了一家王氏银行，只见银行门口堵满了人，原来大家都想要躲到最安全的地方，但这里人太多，已经挤不进去了。第516集，先留着。罗兰咂巴咂巴嘴，哎，行吧，当我没说，我再想想。周琦急了，你赶紧想啊，再想不出来咱们都得交代在这里。这会儿身后的藤蔓已经越来越近了，爬墙虎覆盖的壁垒区域从三分之一变成了二分之一。
正跑着呢，他们前方的窨井盖突然被藤蔓顶开。可还没等藤蔓来到罗兰面前，周琦突然皱起眉头。就在这弹指间，那些藤蔓上的水分就被周琦全部抽了出来。那可怕的藤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枯萎下去，再也没了抓人的力气。罗兰兴奋地大喊，对呀，周琦，你不是可以控制他们藤蔓里的水分吗？咱们现在就把他给收拾了，到时候我罗兰就是拯救王室壁垒的恩人，看他们还敢不敢针对老子，要是还针对老子，舆论得骂死他们。周琦咬咬牙，别废话了，你也不看看这爬墙虎数量多少，你以为我是神仙吗？神仙来了也洗不干他呀。所以周琦见到那茫茫多的爬墙虎藤蔓，也只能是逃跑的份儿。你这能力不行啊，你这。罗兰撇撇嘴说道。你不是说你最早觉醒吗？怎么这么弱呀？这是我弱吗？这是敌人太牛逼了好吗？周琦气得都想把罗胖子给摔在地上。就在他们身后，那群抗议者还紧紧地追着呢。这些人一开始是为了追赶罗兰痛打落水狗，可现在不一样了，他们跟着罗兰纯粹是觉得跟着罗兰说不定能够逃命。慌乱之中，他们也没多少思考的余地，只觉得罗兰能够先一步判断出危险，说不定会有其他办法逃脱危险。此时生存已经高于他们所坚持的道理了。罗兰回头看了一眼这些人，却没有多说什么，他还不至于在生命面前跟这些人赌气，能不能活下来就看他们自己的命了。哎，等等等等，那些爬墙虎好像不再蔓延了。罗兰回头间不经意地发现，那原本快速增长的爬墙虎已经停了下来。他将壁垒里的人类全都驱赶到壁垒中心剩余二分之一的区域后，就突然不再动弹。众人远远地看着那翠绿欲滴的爬墙虎，忽然感觉像是得救了似的。一名抗议者疑惑道，啊，他怎么不动了？我们得救了吗？一个戴着眼镜的抗议者渐渐镇定下来说道，嗯，所有人都以为植物可以无限生长，但事实上似乎只有木本植物可以做到这一点。当然我也不是专业学这个的，只是说一下我的猜测。就像树木不可能无限制长高一样，这爬墙虎说不定也到了它的生长极限。他刚说完，罗兰悠悠的声音飘了过来。你们有没有想过，他现在不吃我们，可能只是留着我们明天再吃。不过不管爬墙虎到底是为什么停下来的，总归是停下来了，壁垒里的人类也能得以喘息。王室财团的人肯定已经求援，说不定这段时间我们就可以得救了。可是罗兰却不信这些鬼话，他低声对周琦等人说道，咱们路上也刻意观察过，王室各个壁垒的驻军虽然信息不明，但咱们也知道61号壁垒附近是没有军事基地的，所以王室援军赶来恐怕也是3天之后的事情了。而且军队就能对着藤蔓有什么办法吗？火焰喷射器一时半会儿也拿不出太多，杯水车薪。倒是有一个方法，就是用高能燃料或者白磷弹之类的东西直接烧了这座壁垒。可我们在壁垒中心待着，大火蔓延过来的话，爬墙虎还没死完我们就先死完了。如果这爬墙虎再次动起来，怕是真就到了我们穷途末路的时候。周琦皱眉，继续寻找封闭环境，只要不同时面对太多藤蔓，以我的能力说不定还能拖上一段时间。哎呀，上次面对这种困境还是被实验体追着呢。那老板，你之前面对实验体是怎么逃出升天的？因为我遇到了一个强大的少年，只是这一次我就没那么幸运了。原本跟在罗兰他们身后的抗议者里，突然有一个人站出来问道，罗兰，这植物是不是你的阴谋？你脑子怕不是被驴踢了吧？这不是你们王室财团的祥瑞吗？之前有人看到这爬山虎，还专门把这事说成是王室的祥瑞，说王胜之将10多座壁垒管理得好，将王室财团管理得好，
才出现这样的祥瑞。可现在看来，这就是个笑话。那不然你为何会提前知道危机来临？你们坐在下边，那么多军车来来往往没看见吗？是你们养尊处优惯了，喜欢在壁垒里当别人养的猪。危机来的时候自己一点判断都没有，那爬墙虎的新闻早就有了，跟老子有什么关系？难道老子隔空播种吗？老子有这能力，你老婆也不至于不孕不育。抗议者脸都黑了，竟是军人嘴角抽搐了一下，看来罗老板现在也是被困在这爬墙虎包围之中，有点牙疼了，不然也不会张口开始说浑话。不过他们听着也没觉得什么，毕竟罗老板本人就是个浑人嘛。这时候罗兰看了一眼四周，其他居民都已经往壁垒更中心的腹地逃过去了，只剩下他们还在这爬墙虎的边缘。罗兰忽然问道，嘿，你说咱们现在弄死他们，是不是没人会知道？此话一出，那些抗议者的脸色都变了，这下他们真的怕了。他们敢跟罗兰举横幅抗议，无非是知道罗兰在王室壁垒里不能对他们怎么样，可现在所有秩序都没了，他们的保护屏障都没有了。不过罗兰也不是真要弄死他们，旁边的希望传媒记者周涛咳了两声，我会如实报道。哎，行了行了，知道了。罗兰不耐烦地挥挥手，你也看到他们都什么货色了，我不跟他们计较，但你们希望传媒也该明白，用这种手段来恶心我罗兰太低级。说着罗兰带头朝壁垒中心走去，不管之后爬墙虎还会不会再蔓延，他们现在都必须进入壁垒抢夺食物，然后找一个安全可靠的地方保护自己。壁垒里已经乱了起来，罗兰没走多久就看到一些人正在砸开商店的门，进去抢夺食物和水。大家都不傻嘛，知道现在食物和水最重要。罗兰笑眯眯地说道，他的样子一点都不像是身处在一座危城之中。就在一群人抢劫商店之后，出门就撞见罗兰带着一群庆氏军人笑眯眯地看着他们，然后把他们给抢了。罗兰给周琦等人分发了食物，并且交代道，哎呀，这大概够我们撑上三天，都把食物放身上给我藏好了。在这座危城之中，人心惶惶，抗议者不再跟着罗兰他们了，而是自行去寻找其他在61号壁垒的居民以及王室财团部队。路上他们看到其他人抢食物，他们也跟着抢，只不过抢到之后都是偷偷藏在身上，早就没有之前团结的模样。要不要去找王室财团的部队？我们好歹也算是外宾，从政治角度来说他们必须保护我们，不然他们还承受不起庆诊的怒火，即便是迁怒。若罗兰死在这里，庆诊真的会往王室壁垒扔核弹的，哪怕真凶其实是一株植物。哎，这会儿王室财团的部队肯定活下来很多人，但你觉得枪械能保护我们吗？这过来的又不是实验体。哎呀，老周啊，关键时刻还是得靠你啊，我以前就发现你特别靠谱啊，是个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好兄弟。我提前说好，我可保护不了你。我加钱？加钱我也保护不了啊，你认清楚情况好不好？第517集，朋友太少，所以罗兰不能死。找间门窗少的房子死守吧，希望救援部队能早一点来，虽然我也不知道救援部队能对着植物做什么，只但愿王室别一把大火烧了整座壁垒。哎呀，要是任小素在就好了，一路杀出去就完事儿了。得了吧，你看看外面的爬墙虎，任小素在这儿也杀不出去啊。就在此时，壁垒外的任小素站在闸门前，看着面前密密麻麻的爬墙虎藤蔓，他转头对周莹雪说道，你能控制着爬墙虎吗？周莹雪露出为难的神色。老爷，咱非要进去吗？你没听那些王室的士兵说吗？这壁垒完了，他们逃命的时候就已经在城墙上看到爬墙虎吞没了三分之一的壁垒，现在看看时间，
恐怕整个壁垒都被爬墙虎覆盖掉了。罗兰必死无疑，咱们真的要进去救他。任小素思索后说道，就凭罗兰那鸡贼的性格，我觉得他一定会活到最后，不管是死是活，我总得进去看一眼。为啥救那个胖子啊？他是我的朋友。周银雪忽然发现，任小素就像是两个极端一样，不是他朋友的人，是死是活他都可以无视，但如果是他的朋友，他就会为对方赴汤蹈火。任小素看出周银雪的疑惑来，便随口解释道，因为朋友比较少，所以每一个都很重要，死一个就少一个了。好吧，我刚才试过了，似乎是因为我们距离爬墙虎跟西太远的关系，我没法控制它。这样吗？任小素看着爬墙虎，他在默默估量着自己硬闯的可能性。就在这时，周莹雪补充道，但我能让他不攻击我。当初任小素和尖刀连一起去攻打北湾河的时候，大家正愁着不知道该怎么打呢，结果庆氏的部队就来了，以闪电突袭的方式一夜之间就把北湾河给打了下来。原本大家都以为庆氏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图谋，然而并没有，只是因为庆枕罗兰知道了任小素的事情，于是要帮他打打宗师而已。这也是当初让张小满震惊的地方，尖刀连所有人都没想到庆氏会如此看重和任小素的关系。而且当初在88号壁垒，在杨家晚宴上，罗兰也站在他们这一边，所有人都嘲笑他们的时候，罗兰站出来了。而现在罗兰就在61号壁垒里，任小素既然从报纸里看到了他的消息，那就没有不救的道理。任小素让周莹雪试验一下，稳妥起见的话，他还得看看周莹雪是不是真的不会被爬墙虎攻击。让任小素惊异的是，当周莹雪走向爬墙虎封堵的闸门时，那爬墙虎的藤蔓竟给周莹雪让出来了一个可以通过的道路来。周莹雪回头看向自家老爷，老爷，我没说谎啊，他确实不会攻击我。任小素皱着眉毛思索道，那你能让他也不攻击我吗？这爬墙虎藤蔓密密麻麻的，就算任小素进去了也有点麻烦，所以最好还是依靠周莹雪的能力比较好。只是周莹雪解释道，我估计不行。先试试。任小素走到周莹雪身旁，可是他刚走过去，那攻击性极强的爬墙虎就向他刺来。周莹雪刚准备冲上去救援，却见任小素手里的黑刀一闪即逝，那刺向他的爬墙虎藤蔓全都断裂开来掉在地上。老爷，这也太危险了，咱不去了吧，我身为你的丫鬟，绝不能让你以身犯险。说白了，周莹雪是绝对不想进这么诡异的地方的，虽然现在能让爬墙虎不攻击，可谁知道里面还有什么，还会发生什么。周莹雪看看任小素皱着眉头不说话，以为任小素是被自己说动了，于是加了把劲儿。老爷，你想啊，咱俩相依为命这么久了，我怎么可能看着你去送死呢？你进去了会很危险的。任小素沉思了片刻说道，好吧，我不去了，你一个人进去小心一点。任小素看着周莹雪，有什么问题吗？昨天希望传媒报纸上有罗兰入住的酒店，你先去酒店找找他，如果没有的话，你再去看看银行金库，如果银行金库也没有的话，就在壁垒中心找找。罗兰是个聪明人，既然爬墙虎是从外面包围过去的，那他只能往壁垒中心跑。老爷，我忽然想起来，你拉着我的手其实也就不会被攻击了。任小素冷笑起来，哼，怎么不早说呢？刚想起来嘛。周莹雪解释道，她内心都快崩溃了，她哪知道老爷会让她自己一个人进去啊？要早知道就早说了呀，老爷你也太狠心了呀。任小素斜睨着周莹雪，真能让爬墙虎藤蔓也不攻击我？周莹雪把头点得跟捣蒜一样，我保证，只
只要老爷你握着我的手，这爬墙虎绝对不会攻击你的。行，你等着。任小素说完就回到了集镇上，周莹雪怔怔地站在那里，不知道任小素干嘛去了。十分钟后，任小素回来了。周莹雪震惊地看着任小素，手里拿着一副手套。老爷，你这是干嘛？男女授受不亲，咱俩戴上手套。老爷，你至于不？不就是握住我的手吗？是我手脏吗？你别多想，只是觉得要避免一些误会，毕竟握了别的女孩子的手，还是有点说不清楚的。虽然她也看不到，但我得坦坦荡荡的。老爷，你也太纯洁了。周莹雪无力吐槽了，就面前这位老爷，都不知道干过多少惊天动地的大事了，结果连别的女人的手都不愿意牵。这时候，任小素已经戴上手套，然后握住周莹雪的手再去试，果然爬墙虎藤蔓已经不再攻击她了。原本任小素还担心戴着手套不行呢，现在终于松了一口气，而周莹雪则在一旁不停地翻着白眼。集镇上的流民大部分都跟着刚刚逃出来的士兵跑掉了，只有少数还在观望。秦生站在任小素他们不远处忽然说道：我跟你们一起去。任小素回头看向秦生，这位骑士少年的战斗力也很彪悍，如果发生战斗也是一大助力，可这次并不是跟人类或者野兽战斗，敌人是一株植物，而且进去之后按照骑士的秉性，说不定还想要力所能及地救助一些壁垒里的幸存者，这可能拖慢他寻找罗兰的进度，所以任小素果断拒绝了。你就在集镇上等待吧，你们骑士在集镇历练期间不是不能进入壁垒吗？可现在危难关头，我怎么可能袖手旁观？而且我进去了，老师也不一定会知道。你要进去了，我就去洛城举报你。说完，任小素就和周莹雪走进了61号壁垒。秦生刚要冲进去，可爬墙虎封堵闸门的藤蔓已经再次闭合，让秦生无能为力。这一刻，秦生忽然发现，大概人类之中还没有谁能孤身一人面对着爬墙虎吧，超凡者也不行。旁边一群围观着的流民就这么眼睁睁看着任小素和周莹雪走进了壁垒，他们想不明白，这时候怎么还敢有人主动进入壁垒，胆子也太大了吧。任小素如今也算是集镇上的熟悉面孔了，大家都只知道他有钱，却不知道他还是个超凡者，而且刚刚那个叫他老爷的也是超凡者。任小素和周莹雪进入壁垒之后，最让他感到震撼的是，映入眼帘的一切都变成了绿色，那密密麻麻的爬墙虎就像是一片绿色，而他和周莹雪显得格外渺小。当任小素从那片绿色海洋中收回自己的目光，他惊愕地看到，就在距离闸门不远的地方，代表着王室人工智能的摄像头竟在缓缓地向他转来。任小素戴上了兜帽，他疑惑道：这壁垒都要没了，怎么人工智能还在工作？可既然他还在工作，那为什么没提前预警？之前太多人跟任小素提过人工智能了，只是任小素一直不太清楚他的工作原理，而且任小素之前的生长环境又接触不到电脑计算机这种东西，所以他对人工智能始终抱以好奇却不是特别相信的态度。现在想起之前那些人对人工智能的夸赞，总觉得就像是一个嘲讽。第518集，银行金库。当然，王氏自己是不是这么想的，任小素就不知道了。因为不了解人工智能的关系，所以任小素也没法评判这个东西。任小素和周莹雪两个人小心翼翼地走在街上，走着走着，任小素忽然踩到了一根障碍物。低头看去，那爬墙虎茂密的树叶覆盖下，赫然是一具人类的骸骨。不止这一具，道路上人类的骸骨随处可见，而爬墙虎的藤蔓就紧紧地缠在上面，恐怖异常。任小素都能想象到，当灾难发生的那一刻，这些人有多么的绝望，场面有多么的惨烈。如果是实验体攻打进来，
起码有些人躲在家里还可能成为漏网之鱼。因为实验体的感官并没有随着身体素质的增强而变得特别厉害，所以还是有人躲过这一劫的。但面对着爬墙虎就不一样了，走了半天的时间，任小素甚至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幸存者。任小素回忆着，罗兰入住的酒店叫什么名字来着？他从空间里翻出一份昨天的报纸来，找了半天才找到，凯旋西路洲际酒店。任小素带着周银雪先是找到报亭，从里面找到了61号壁垒的地图，这才找到了凯旋西路的位置。他们距离那边只剩下五六公里的样子，半小时就走到了。等他们来到洲际酒店外面的时候，酒店外面除了人类的骸骨，就只剩下抗议者扔掉的横幅了。是这里了，没错。任小素看到横幅就确定他们并没有走错地方。先去停车场看一下。到了停车场，任小素赫然发现那几辆庆氏牌照的车子已经被爬墙虎给覆盖了，车胎像是被人扎掉了。任小素寻思着，罗兰的车子为何都如此不幸呢？之前在李氏壁垒的时候，就是买一辆就被杨小锦打爆一辆，到了这里竟然又被人打爆了车胎。任小素带着周莹雪上楼去挨个房间找了一遍，却始终没有发现罗胖子的踪影。光是找每个房间，任小素他们就足足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没有看到一丝罗兰的尸体，说明他提前逃离酒店了，这是好事。但他会去哪里呢？他那么胖，肯定跑不快的，说不定早就被爬墙虎追上了。不会，他是带着随从来的，庆氏军人的忠诚远超你想象，他跑不动，其他人会扛着他跑的。行吧，那咱们去找找银行金库。没过一会儿，一群躲在银行金库里的人忽然听到金库外面有敲门声，锁在金库里的人全都惊呆了，这时候怎么会有敲门声啊？是不是有人来救援我们了？肯定是王室部队来了，不然谁会在这个时候敲门？也许是哪个爬墙虎呢？爬墙虎又不会敲门。哎呀，爬墙虎都吃人了，会敲门有什么奇怪的呀？正当他们说话的时候，外面隔着保险库大门传来闷闷的喊声。因为保险库隔音的关系，那声音传到里面来时已经很小了。有人听到声音就把脸贴在墙上，却听外面喊道：里面有没有人啊？不要开门，外面全是爬墙虎。我就问一下，有没有一个叫做罗兰的在里面？金库里面的人面面相觑，这都什么跟什么，怎么还有来找人的？里面的人大喊：没有，我们这里没有叫罗兰的。好的，你们在里面躲好，千万不要贸然出来，外面爬墙虎还没有被解决，王室部队还没有来。任小素说着就带周莹雪离去了。银行金库里的人是他见到的第一批幸存者，这是好事。按照罗兰的脑子，肯定也能想到金库里可以藏人，只要罗兰能躲进去，那就能等到他的救援。而金库里的人听着外面渐渐归于平静，所有人都有些呆呆傻傻的。外面是谁啊？不是王室的部队吗？肯定不是了。可这时候得多厉害的人才能在那些爬墙虎里溜达呀？一时间，任小素在他们眼中的形象瞬间神秘且高大起来。他们看看自己，狼狈地躲在金库里，呼吸还有点不顺畅，再看看人家，视爬墙虎如无物。任小素和周莹雪继续向壁垒深处走去，周莹雪忽然低声说道：老爷，你看那边。任小素朝周莹雪指着的方向看去，赫然看到好几个人被缠绕在一面墙壁上，爬墙虎的触手扎入他们的体内，血液从那些触手中流出，以至于与他们身体相连的爬墙虎触手都变成了红色的。只是这些人与任小素之前见过的骸骨不一样，这些人虽然已经闭上双眼仿佛毫无知觉，但他们明显还活着。这些人
就像是爬墙虎给自己储存的养分一样。任小素想要走进官场，结果周莹雪喊住他：老爷，千万别靠近，这爬墙虎对食物的保护意识极强，领地意识也极强，你这样靠近他的食物会让他暴怒的，到时候咱们两个都要完蛋。他不攻击你的原理到底是什么？就是我通过能力与他同化，让他以为我们是他的一部分，所以不是他不攻击我们，而是他没有发现我们。那你之前不也能控制我的土豆射手吗？为啥控制不了他呢？周莹雪无奈地解释道：因为我找不到他的根系所在，我想要控制他，必须得把我的能力灌注到他的根系之中。要不老爷，咱们去找他的根系所在地吧，只要我控制了他，这壁垒的危机不就解除了吗？任小素麻木地望向面前的浩瀚的绿色海洋。这找个狗蛋啊，谁能找到他的根系在哪儿？你清醒一点。哦。一下午的时间里，61号壁垒内分别躲在好几个银行金库里的人都经历了任小素寻人的事情。那些躲在金库里的幸存者们都不知道该对这事儿做出什么样的表情了。有人在金库里苦苦哀求任小素带他们离开，但得知金库里没有罗兰的任小素转身就离开了，寻找下一家银行。61号壁垒里的银行很多，可是任小素找遍了洲际酒店周围10公里的银行，都没有找到罗兰。任小素心情越来越沉重，世人皆知王室全民皆兵，所有成年男性都需要服兵役，所以一开始任小素认为，灾难如果发生在王室壁垒里，王室的居民应该应对的比其他财团居民好一些。可是他错了，大家面对这种不可抗力的时候其实都一个样，不是王室壁垒居民的身体素质不够好，而是大家都从来没有面对过这样的敌人。周莹雪的手就被任小素握着，一路上她都是被任小素拉着走的。她在斜后方看着任小素的侧脸，忽然想不起自己什么时候开始成为对方丫鬟的。在这个已经被灾难覆盖的壁垒里，整个壁垒就像是只属于他们俩一样。虽然任小素牵着他的手还戴着手套，其实这个时候任小素很危险，任小素自己面对这么庞大的爬墙虎是很吃力的，稍有不慎可能也变成骸骨中的其中一具。爬墙虎从人类身上吸取了太多养分，已经不再是某一个超凡者可以面对的了。就在这个时候，只要周莹雪突然松手，任小素必然一瞬间陷入困局。但周莹雪发现任小素好像从来没有担心过这种事情发生似的，在如今这个世道里，能被信任也忽然让周莹雪有种幸福感。想着想着，周莹雪走神了，差点被藤蔓绊倒，还是任小素反应快把她给扶了起来。任小素回头皱眉问道：发什么呆呢？老爷，我有点饿了。62号壁垒外面忽然有浩浩荡荡的卡车车队正在向壁垒行驶，因为车辆太过庞大的关系，立刻惊动了王室驻军。还没等卡车车队接近壁垒范围呢，就立刻被全副武装的军队给拦了下来。王室部队用枪械指着卡车车队：车上的人全部下车，报名来意，接受检查。王室部队训练有素，他们已经迅速结成防御阵型，确保没有攻击死角。只要车上的人有异动，那么就会面临全面的火力覆盖。第519集，就算死也要去61号壁垒。这时最前面的车上跳下来一个年纪较大的中年人，似乎因为生活的坎坷让他面容饱经风霜，他的身体也有些驼背了。这个人跳下车子陪笑道：各位长官好，我只是一名行商，我叫王富贵，咱们王氏不是和178要塞开始通商了吗？我应该算是第一批跑西北的商人。王氏部队的军官皱眉道：你的车队为何这么多？
王富贵苦笑了一下，其实他也不想拉这么多货呀，实在是不拉这么多，张小满都不让他们走。眼瞅着他身后的卡车多达71辆，这也是惊动王氏部队的主要原因，他就没见过哪个行商有这么大阵势的。你们车上都装的什么？不用叫我长官，我叫王林兰，是这支部队的营长。说起来，咱们还是本家呢。与西北通商是整个王氏财团头等大事之一，所以上面早就交代了，要善待这些商人。如果有违反纪律、欺压商人的现象，那就等着转业或者退伍吧。所以王林兰一听对方是商人，态度也就缓和了许多。不过检查车辆还是必须要仔细的，这一点不容马虎。王富贵解释道：“有氯化钾，有镍矿，有什么都有。”王富贵又苦笑起来。张小满给他装车的货物多到他难以想象，而且品种多的一时半会儿都说不完，甚至连西北的枸杞都给他装了一车。据说中原的一些大人物特别喜欢枸杞泡水，尤其是黑枸杞。王林兰往王富贵的车队看了一眼，他开玩笑道：“哼，老哥不要介意，我们也是例行检查。你这阵仗比较大，我们也是头一次见，所以还请原谅我们检查的仔细一些。”说完他一挥手，两个连的士兵迅速举枪靠近车队，直到确定是整车的货物才放下心来。车上是有武器枪械的，不过王富贵交代后面的货车司机把枪械老老实实地交了出来，期间没有半点不顺利的地方。王氏部队看到枪械也没多问，这年头行商不带点武器，那货物基本跟送给路上的土匪差不多一个意思。王林兰眼看没有异常，王富贵车队又这么庞大，就把王富贵给请到了军营里。因为货物到了王氏是由王氏直接接收的，价格都由王氏来定。因为王氏需要长久经营这条商道，所以这价格也是明码标价，童叟无欺。王林兰对王富贵解释：“老哥，你在军营里稍坐一会儿，马上就会有壁垒里的官员来接收这批货物。”王富贵点头笑着答应。他寻思着，因为任小素的关系，他去西北成为了贵宾，又因为西北给他的货物太多，他又成了王氏的贵宾，这也算是个因果吧。这时候王富贵忽然看到军营里很多士兵正背着行囊集结，他疑惑道：“您这是要去哪儿啊？”“也不是什么秘密，你看看这份报纸吧。老哥，你刚从西北回来，所以不知道中原发生了什么事情。”说起这事儿，王林兰的笑容就已经渐渐消失了。王富贵看着报纸，赫然发现61号壁垒被植物侵袭的新闻被放在了希望传媒报纸的头版头条。他惊骇道：“啊，现在的植物也这么吓人了？”“是啊，我们也没想到，人工智能那边似乎程序上从未将植物定义为危险目标，所以也没有预警。当然我们也不太清楚具体状况。”可就在这时，王富贵翻到了报纸的第五版，他看着下面巨大的空白处印着：“不要让时代的悲哀成为你的悲哀，61。王富贵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全身的毛孔都炸开了，他豁然起身向外面走去。王林兰疑惑道：“哎，老哥，你这是要去哪儿呢？”“我要去61号壁垒。”“等等，你去61号壁垒干嘛呀？你不是刚看了新闻吗？那边现在非常危险。”“不行，再危险我也得去，我家人在61号壁垒里。”“你不怕死吗？”“怕呀，怕也要去。”落成之中，所有希望传媒的记者都坐在大楼里安静地等待一个电话。此时他们正有一名记者跟随罗兰去了61号壁垒，也恰巧是这位记者幸存下来，用卫星电话把消息传递给了希望传媒。之后似乎因为逃命的关系，对方挂断了电话。
而希望传媒的所有人都无言了。人类才刚刚经历过实验体侵袭的事件，现在竟然又再次面临灾难。总编江旭曾感叹，从去年开始，坏消息是一个接一个的接踵而至。这时候，江旭忽然看到手边的希望传媒报纸，第五版的那个广告吸引了他。不要让这个时代的悲哀成为你的悲哀，61。之前江旭还琢磨了好几次，这61到底是什么意思？当时虽然大方地答应任小素可以看到，但其实江旭自己还是希望报纸可以更纯粹一些，不要成为别人传递消息的工具。只是这句话他太喜欢了，以至于同意了这个事情。可他现在再看这个61，心态就有点不一样了。难道那个少年是当时就暗指61号壁垒会面临现在这样的灾难吗？可那少年又是如何得知的呢？是那少年种下的爬墙虎吗？江旭觉得大概率不是，可这个61，他很容易就联想到当下的事情了。可他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个少年在江旭的脑海里一下子就神秘了起来。这时，大家等着的那部电话突然响了起来。大家看向江旭，电话的铃声也将江旭的思绪拉了回来。他接起电话。我是江旭。总编，我是周涛，现在正身处61号壁垒中心。江旭直接问道。有没有受伤？是否找到可以避难的场所？江旭并没有直接问61号壁垒的消息，而是先关心起周涛自身的安危来。周涛却打断了江旭的话，说道。总编，我先简单的说一下事情，不然来不及了。你说。江旭按了免提，旁边则有专门的记录员准备好的速记仪器。关心下属是他江旭身为总编的责任。然而，把前方报道传递回来则是周涛的责任，也是他身为希望传媒记者的尊严。周涛急促地说道。昨天爬墙虎突然侵袭了1/2的壁垒城市，但不知为何它突然停下来了，所以壁垒中心暂时是安全的。24个小时之后它再次扩张侵袭，但这次侵袭的范围并不大。6小时后，也就是刚刚，它再次向壁垒中心蔓延。现在壁垒中心只余下大概几千平米的面积可供居民避难，但它侵袭的频率越来越快，我们现在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再次威胁到这里所有人的生命。江旭沉默了，几千平米听起来好像还不小的样子，但是对于整个壁垒来说，这就像是西瓜与芝麻的差距。偌大的壁垒，人类的藏身之地其实并不多了。我这边已经得到消息，王室部队已经开赴61号壁垒，预计今天下午就有一批抵达。至于他们有没有能够对付这个爬墙虎的方法，我们不得而知。请告诉我的父母，我爱他们。可能小时候不懂事，经常和他们吵架，但长大了才明白他们的苦心。也请告诉张良玉，不要等我回去了。这些交代后事般的言语让江旭明白，周涛已经知道自己的处境了。在王室部队赶到之前，爬墙虎一定会将他们全部吞没，一切都来不及了。后悔当记者吗？就在此时，电话对面传来嘈杂的尖叫声，周涛急速说道。爬墙虎又开始动了，我现在跟着罗兰他们向一间商店转移。520集，拯救李然。电话里只剩下盲影，而希望传媒的编辑部里一片沉寂。好多个女性工作人员都泣不成声，她们很少经历这样的生离死别。快跑啊！周琦背着罗兰大步狂奔着，庆氏军人则护佑在他身边，准备抵挡随时可能来到身边的爬墙虎。他们能躲避的地方不多了，身后的爬墙虎像是惊涛巨浪，身边壁垒的居民尖叫声与哭喊声混杂在一起，聒噪无比。罗兰在周琦背上忽然乐了，周琦皱眉道：大家都在逃命，你还有心思在这乐呵呢？
我想起来一件事情，你记不记得咱们小时候混街头，一群庆氏子弟跟着我和庆婶去找小混混打架的事儿？怎么不记得？那时候庆婶胆子还小呢，但偏偏他下手最狠。还有啊，玩骑马打仗的时候，庆婶那小子在背上下手特别黑。明明是在逃命的路上，两人却说起了漫无边际的事情，像是在回忆过去，似乎是因为再不回忆就来不及了。当时每次打了架回家以后，都是我挨老头子的揍，庆婶一脸无辜地站在旁边，好像是我把他带坏了一样。现在想想，其实那段时光才最快乐，你还没有进入庆氏，庆婶也还不是庆氏的影子。但是那段美好的时光很快就过去了，那是一个巨大的转折，让罗兰庆诊他们的快乐戛然而止。你说咱们能不能逃出去啊？估计是不能了吧，除非出现奇迹。咱俩要是死在这儿，庆诊怎么办呢？他已经是庆氏之主了，咱们还是想想咱们怎么办吧。说话间，他们十多个人已经跑到了一个中型超市的门口，周琦大步流星地跑了进去，一边跑还一边喊道：把卷帘门拉下来！几名庆氏军人面对着马上汹涌而至的爬墙虎，面无惧色地挡在门口，将卷帘门拉了下来。拉到一半的时候，爬墙虎的藤蔓已经到达他们的面前。更加倒霉的是，那卷帘门竟然卡住了。只听庆氏军人中的一位班组长吼道：谁都不许后退，必须把卷帘门给我拉下来。就在最后一刻，哗啦一声，卷帘门终于重新被拉动了，将所有人关在了这个中型超市之中。就在爬墙虎开始吞没壁垒中心的一个小时前，任小素和周莹雪正朝着壁垒中心出发。只是当他们经过一个院子的门口时，周莹雪忽然看到脚下有些散落在地的横幅，她愣了一下。老爷，这里怎么这么多横幅掉在地上？这横幅的数量可比罗兰他们住的酒店楼下还要多很多呢。任小素也好奇起来，她蹲下来拨开爬墙虎的树叶，赫然看到一个用 LED 灯做的应援牌，那牌子上还亮着然然我们爱你。等等，然然怎么这么熟悉呢？好像在哪里听到过似的。老爷，这是李然的艺名啊，你忘了吗？他豁然看向旁边已经被爬墙虎完全覆盖的院子。这该不会是李然的家吧？任小素经过周莹雪提示才想起来，李然的艺名确实叫做然然，而且他还在报纸上看到过，说是李然安全回到61号壁垒。这条新闻当时还是希望传媒报纸娱乐版的头条呢。走吧，就算他家在这儿，肯定也没法幸免，这爬墙虎已经把他家给完全包裹住了。老爷，咱们进去看看吧。李然这人其实不错的，而且这附近的人类都只是被爬墙虎给当做了储备食物，在缓慢吸收他们的血液，说不定李然还没死呢。你什么时候和他关系这么好了？之前李然跟我说，他其实很可怜，他是王室的一个当权者的私生女，母亲是王室以前的一个佣人，怀孕之后就被赶出了家族，还好后来有人暗中照料他们母女俩，才没有被饿死。李然也没有什么朋友，围在他身边的都是图他钱。那天晚上他跟我说了很多，我觉得他还怪可怜的。也正是当初74号壁垒破碎，才导致李然在极其脆弱的情况下袒露心扉，而周莹雪自己的少女时光也很可怜，母亲卧病在床，她不得已卖身给杨氏做间谍，于是两人还有点同病相怜的意思。再加上周莹雪也不是一个冷血无情的人，现在知道李然可能就在里面，当然想要看看能不能救对方一命。老爷，其实你也没有那么冷血，不是吗？那咱们进去看看。两人拨开屋外的爬墙虎，那些爬墙虎的触手在被触碰时忽然化作坚硬的刺，直到他没有发现猎物才重新柔软下来。
任小素看到这一幕时头皮有些发麻，普通人遇到这种怪物哪有幸免的道理。你不是说争夺他的食物会让他暴怒吗？抢一个应该没什么关系吧。两人刚推门而入，正好看到李然被数不清的藤蔓给悬挂在别墅的客厅中央。此时的李然面色苍白，藤蔓从李然的肢体上交缠而过，诡异的藤条与脆弱的少女身体悬挂在空中，就像是一个美丽的献祭贡品，有种奇怪的美感。周莹雪赶忙牵着任小素的手来到李然面前，她尝试着去摸李然的脉搏，可还没等她手掌靠近，旁边就已经有爬墙虎的触手过来阻挡了。只不过当他们来到周莹雪面前时又重新停了下来，悬浮在周莹雪身边似乎有些疑惑。任小素确认这爬墙虎肯定是没有听觉的，而且智力也未必有多么厉害，不然也不会让周莹雪隐藏了这么久。之前那个实验体的智商太高了，任小素生怕这爬墙虎也是高智商生灵，那就麻烦了。他打量着那些触手说道，那我等会儿直接斩断李然身上的所有藤蔓，你记住，如果爬墙虎暴怒之下攻击我，一定要第一时间放弃李然，我扛着你逃离，懂吗？嗯。话音刚落，任小素的黑刀从虚无中出现，只是弹指间的功夫便将李然身上的藤蔓全部斩断。周莹雪第一时间没有去抱住落下的李然，而是在空中握住了他苍白的手掌。下一刻，数不清的触手朝任小素袭来，整栋别墅里的藤蔓疯狂扭曲着，杂乱且暴躁。任小素已经做好了全部的准备，然而那些触手来到他面前时竟再次停了下来。一根尖刺就在任小素的鼻尖悬停着，周莹雪却发现任小素一动不动的，连眼睛都没有眨。他接受过专业的训练，所以很清楚，当危险来临时，人类眨眼是很正常的本能反应，但正是这眨眼的一瞬间，就可能导致战斗的结果天差地别。所以强大的战士都会经历这样克服本能的训练，就像杨小锦能够仅凭深呼吸就平稳心率一样，都是违反身体本能的行为。当然，这也是真正掌握了自己身体的标志。任小素说道，你扛着李然，我们赶紧离开这里。他分明感觉到了隐约的危机感。此时爬墙虎虽然停下来了，但任小素觉得这一次他似乎已经察觉到了什么。两人冲出别墅，李然被周莹雪拉起一只手扛在了肩上，就像是扛着一袋大米似的。任小素回头看向别墅里的触手，那些触手跟着他们出了别墅，可等他们离远之后就不再追逐了。任小素松了口气，说实话，要不是周莹雪再三恳求，他是绝对不会因为一个李然冒这种风险的。周莹雪肩上的李然忽然一声呜咽后转醒，周莹雪把他放了下来。老爷，他还没死。此时李然身上被触手扎入的十几个伤口还在流血，而且之前被吸走了大量的血液，现在很有可能处于休克状态。任小素拿出黑药准备给李然涂抹，却发现李然身上的衣服千疮百孔，而且有些受伤的部位非常敏感。任小素面无表情地对周莹雪说，你来给他抹药。周莹雪无辜地眨巴着眼睛看着任小素。老爷，我右手握着你的手，左手握着他的手，怎么抹药啊？故意的是不？想看热闹？老爷，你别老搞得像你在吃亏一样好不好？周莹雪忍不住开始吐槽了。我们才是女孩子啊，明明是你占便宜好吗？怎么搞得像是我们占你便宜一样？